这个水泥来修一下我那个 deck post， 就是说后院那个阳台的柱子下面，就是水泥。它是很快的 fast setting concrete， 很快。不用，它不用这个混合的。See? Without mixing， 不用混其他的东西。这个是情况最坏的一种，哈哈，瞧，是这个样子。但是总的说来啊，总的说来，像这样的，它其实还是稳的，其实还是稳的。但是我要加固一下，但是这个就是脚跟有一点损坏了，其他的都脚跟都还好，都还好，上面的脚跟都还好。这两个在下面，比较下面一点，所以就是受水那个水淹的比较多，所以它有一点，但还是还可以，没问题，应该没问题。而且这上面嘛，也不是很非常的沉重的，就是它一个走廊，是一个走廊的，所以问题不大，问题不大。阳台现在要修理一下，就是说加固一下这些犄角，这个水泥犄角，主要是一个是它有一点开裂，一个是它水土流失，水土流失。好嘞。现在呢，就是那个后面阳台的柱子那个犄角要加固一下，但是因为加固它要一个，就是我觉得最好搞一个什么，把它箍一下，对不对？我就用这个，看到没有？
原来是个这个桶子底下不行了，我把它敲烂了，就这个可以不用，我就用这个桶子把它拆开，拆开之后然后把它用这个做箍，铁丝板拧开，这个衣架铁丝衣架拧开就可以把它箍起来，里面再用这个纸板，然后纸板上面再蒙一层那个塑料塑料袋，这样的话我放在那里，这里面因为是拉开的，所以我把它可以根据大小，对不对，然后把它这个面那个体积多大我可以调节，然后里面有纸板有塑料，然后再用那个铁丝一箍，然后往里面叫把那个围住那个柱子，对不对，然后再倒这个水泥和水让它固定一下之后，再又可以拆开做另外一个，那个万一那个塑料或者纸粘在那个水泥上面，那个灯柱的水泥上面搞不掉的话，我还可以用火，对不对，把它烧掉，比如说那个塑料如果粘在那个水泥上脱不了的话，我可以用那个火就把它把塑料一下就把它融化了，对不对，这样这我想出这个办法就最好，这个网上也没有这个办法，我想出一个这样的办法，这样的话呢这个是可以 reusable， 可以反复使用的。好了，现在开始，现在来拆这个东西，首先要拆掉这个玩意，那么最重要的首先我们要拆掉这个把手，这个非常的容易，对不对，这个很容易啊，拆掉这个就是了，没问题啊。那么接下来这个也没什么用，对不对，这个有什么用呢，说不定可以插在地上，对不对，可以插在地上，所以这个不拆掉也没关系，我想这两个东西瞧瞧，这两个东西不拆掉也没什么关系，说不定我可以插在地上那个稳定，起稳定作用啊。哦，这个但至少拆掉一个，因为这个有一边我要把它拆开的，所以呢我想选出一个把它拆掉，哪个比较不太好了的就把它拆掉吧。嗯哼，拆掉这个，既然还不动的话，用这个好不好？
等一下我去拉一个钢钎来。我用钢钎来，嘿嘿，还有什么办法吗？对不对？这么厉害吗？瞧，就出来了吗？他还有什么可厉害的呢？没啥可厉害的啦，对不对呀？好，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当然首先是把这个边，因为这个边它给扣住了，边扣住了也没关系啊，用这样的办法把这个边给打开，行不行？也是可以的。这不就开了吗？搞开一个口子就好办了，不然的话你还不知道从何入手呢。这个反正要把它搞开，但是有点慢，有点慢，从前慢，这个时候不应该慢。
现在已经把这个铁桶，对不对？把这个铁桶把它搞开啦，哈哈，用的还是主要是这个钳子，其他的都用处不是很大，用处不是很大。现在就要把这个搞平，对不对？原来这样箍起来不是很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对不对？然后做三个箍，三个铁箍来固定它，等一下注水泥的时候就比较好办了，就因为它固定了，不会散，不会散掉，对不对？
三根，三根要三根那个衣架把它解开。好嘞，先用一个这样的东西把它箍上去，然后就是用这个稳住，就是把它套上去之后，把它套上之后，然后就是箍上这个箍，铁箍，就是它稳定了。然后上面再来几个铁箍，应该就可以了。这样的一个，对不对？基本上就稳定，没问题，就稳定了。再来一根，如果不放心的话，再来一根，还有什么办法吗？三个这样的，它就固定了。好嘞，现在就要做里面的，用纸板什么的。准备做纸板、立板。咱们头顶有一棵大树，有树就有阴影，对不对？有树阴。这但是太阳是移动的，咚咚咚咚，是时间的进行，它在天上移动，所以这个阴影也是移动，所以我的作业场所也从那个地方移到这个地方来了，这是阴影。但是我工作的时候，对不对？有阴影的时候，为什么不在阴影的地方呢？因为要在太晒太阳，对不对？悠着点，对不对？悠闲一点，就到这儿来了。现在。这个外面这个桶和这个铁箍都设计好了，设计好了。这个桶是可以发开的，我可以在那个把柱子围住，然后把这个可以车斜的这个铁箍把它箍上，里面再放这个。多么高呢？这么高，跟这里差不多高就行了。然后呢，咋办呢？然后咱们就搞一个长的，有什么东西？等一下，等一下啊！哦。这么高，
too hot. I want to see which posse can dance the best. It should be easy, cause the beat is fresh. Now feel from uptown, the great bound, the Bronx, Queens, or Long Island Sound. Even other states come right with Zach. It ain't where you're from, it's where you're at. Since you came here, you have to show and prove. And do that dance until it don't move. And all you need is old self-esteem or release. The rest is up to you. 这边也这么长，就可以知道了。然后再这么一下，就把它给拉出来了，对不对？很容易嘛，不然嘛。线条画出来了，然后咱们就把它给剪掉。还有什么剪不掉的吗？还有什么比我的这个剪子更厉害的吗？This kind of music, okay? That's not what I want. I don't want this music. 音乐它也捣乱了，它捣乱吗？音乐不捣乱。瞧，它还真给你捣乱了。好了，放下呢，这是完全可以的。哦，怎么样放？这个问题。
这样的，但是好像有一点问题，它上面不能发开呀。嗯，还要稍微要修整一下。好嘞，吃了饭再说。好吗？我把那个纸放在这个里面，要把它，因为一个斜度知道吗，所以这边要大这边要小，所以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把它比较贴近，这个比较贴近这样一个桶的形状差不多。这样啊，我再来画它的线，这样就比较好。对不对？这样。好了，现在就可以
把它取出来，剪掉，剪掉。就按照这上面的线条，线把它给剪掉。好嘞，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纸放在这个里面，这边是大一点的，看这边小一点的，时间它是把它剪成一个弧形，是吧？弧形就是一个扇形，剪成一个扇形，这样它就可以这样，然后你再把它箍住，对不对？然后你可以放在那个围在那个柱子上，然后再往里面倒那个水泥和水。但是这在这个之前呢，还是要用尼龙纸穿进去把它蒙起来，这样就不会把铜纸这个粘上，或者把这个纸粘上。要是那个水泥粘在那个塑料上修下来，到时候也没关系，塑料可以用火把它给烫掉的，没问题，对不对？然后剪一条这个出来，怎么弄呢？就是这样，这样。这样之后，往里面倒水泥，它就不会把这个铜纸粘上了，对不对？把贴粘上，这到时候很难取的。好了，咱们就先去试一下，究竟怎么样？